墨西纳干玩具，它的长度呢123厘米，重量的话2.2公斤，整体为尼龙的材质，机匣框还有整个的套管呢是金属的材质，所以说手感还是很棒啊。扣住扳机呢就可以把这个拉栓抽出来，同样扣住扳机就可以插入拉栓。它发射的是海绵软弹，首先呢把这个软弹塞到弹壳里面去，然后我们拉开拉栓填装。弹仓位呢一共可以装入5颗弹壳，我们就装入2-3颗测试一下。它最多呢可以装入5颗的。从顶部上压弹，然后上膛射击，套壳，我们再看一下细节，尾部是金属的保险，向右旋转到底呢就可以锁住拉栓，非常的安全。这个表尺呢也有刻字可以调节，所以说这是一款非常适合作为道具和模型的玩具枪。